妮娜刚吃完饭，别玩手机了，去把碗刷了去。你不是说饭后不能剧烈运动吗？那咱们家现在刷碗都是剧烈运动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这想法也太神奇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把你扔出去，我再捡一个媳妇回来。拉倒吧，你捡的媳妇也是不听话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捡的媳妇也是别人老公不要的。媳妇儿，乖啊，把药吃了，来，乖乖啊，把药吃了。老公，你听我说。吃药别说话啊，乖啊，吃药别说话，把药吃了。你刚才要说什么？这个药我